姐姐，我好久没玩游戏了，带我上分。OK。姐姐，咱别去太刚的地方，我不想掉大分。放心好了，上号。我去，我没看错吧？姐姐，你那个大翅膀也太好看了吧！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们下面有一队啊，他们飞得比我们快。不是吧，大姐？啊，他们先落地的，完了呀，怎么办？要嗝屁了，臭弟弟，掉大分了，还能怎么办啊？啊，快跑啊，快跑啊！铁枪啊，阿爸阿爸阿爸，看他们也不敢下来，我上去看看。你小心点儿。楼上的是小姐姐还是小哥哥呀？能听到我说话吗？组队吗？小姐姐、小哥哥，还是小妹妹、小弟弟呀？可以呀、啊，老公你快点过来，这个妹妹好可爱，我们和他们组队吧。你们这是？他是我老公，他是我宝贝，我们两个，我们俩不是情侣。我太难了。宝贝，给你把斯嘎，你把冲锋枪丢给我吧。老哥你真好。那个小姐姐，我把小药给你吧，我弟弟去找车了，等一下就会来接我们的。谢谢你啊，小姐姐。不用客气。姐姐，我找了个吉普车，快点走啦。你下来跟我看。行吧行吧，总是不信我的老司机。坐好了二位啊，咱们一起进圈啦。就在我们准备开车进圈的路上，发生了一件让我做梦都会哭醒的事。